我们是冰冻狼，冰冻狼。我是雀迪，嗨，我是阿南。阿南，你有没有看过桌上这些东西？就很红的卡片吧。我跟你讲，这现在在台湾超级红的，它是宝可梦的集幻式卡牌 BTCG， 而且是繁体中文版的哦。哦，中文不像游戏王只有日文哦，它是繁体中文版的。那因为我本身平常就有在玩 PCG 的习惯，那刚好今天4月10号第4弹发售了，我又想说我赶夜车开去高雄，然后赶12点把它载回来，想说拍个开箱这样子，跟给大家看一下配率跟有什么牌这样。啊，可是 YouTuber 不是都会提早拿到，他们不是都开过了吗？啊，对啊，刚刚讲的很正确嘛 ，YouTuber 他们都提早一个礼拜拿到啦、啊，可是我们不是 YouTuber 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提早一个礼拜拿到，我们只能可能等4月9号，然后就去高雄蹲到12点，跟老板拿回来，然后赶快拍个开箱嘛。为什么要拍开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们也要做 YouTuber， 我很羡慕他们都可以提早一周拿到卡片，我也想要提早一周拿到卡片，我就不用羡慕人家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可以先开包了。我也要当 YouTuber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一支影片，我们立志做 YouTuber， 就是希望第5弹的时候。我们可以提早拿到卡包，厂商请找我们。对，厂商请找我们。第5弹厂商拜托啦，给点机会，给点机会，混口饭吃，混口饭吃。OK，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进开包，开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开喽。啊，我们开几包啊？开，碍于财力问题，我们各开三盒，各开。然后玉组五盒，玉组五盒，哎，这样就很硬了呢。一组2940，啊，然后三组。这样就8800呢，然后再加上那个玉组900块，五盒900块，这样快10000了呢。啊，厂商拜托，真的，再次拜托啦，厂商。所以我们先这样子，然后如果说真的有差，我们再上诉。啊，再上诉了，好吧。好，先开这个 set B 的 set B 三神，三神这一次因为玉组有的关系比较不是首要的，没错。看一下卡表有兴趣的上网查一下就好了。卡表网上官方很早就公布了，对，官方很早就公布了，应该有看过了。哦，第一包亮亮的哦，没有，哎，3.0水纹出现喽。哎，一只 TT 哦，一只 TT， 竹篮，这一次的竹篮 TT 可以啦，训练加 TT， 竹篮 TT 可以。哦，前途化石翼龙，橘叉。那每个 YouTuber 开，每个都有。对，每个人都有。啊，龙头地鼠啊，这就是这一次新出的 CHR。对，全图的。看，这稍微浮雕的意图的化石翼龙。哎，一只 TT 哦。哦。啊，闪电鸟回应。闪电鸟。哦，又是波加曼，然后有一张全图哦，而且我看到红红的。快龙，哎，快龙居叉。哎，有 CHR， 哎 ，CHR， 我都还没抽到 CHR， 肯定是有了，它一盒就是3张。你先把配率公布出来了。现在早就被公布了，他们提早一个礼拜拿到，我们没有。我下次也要当公布的人。哎，一只 TT 哦，来哦，哎呦。SR 的意图的，是 SR 的，可以，这个香。没对到焦，没对到焦，没对到焦。好，这张好蛮值钱的。我这里有 TT 出现了哦，啊，眯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可达呀，闪电蜥。哦，我的卡套了。哎，大家说可达呀，哎，可爱呀。哎呦 ，HR， 哎呦 ，HR 哦，哎，你看这只，凯路迪欧的 HR， 哦，告诉你，高一点，这个配音 ，Oh my god， 好美，好香哦，这边看到波加曼 ，CHR， 哎，我开完了，你开完了，对啊，为什么开那么，哎，又是一只波加曼 CHR。好，那我要开第二箱了。来，我开到了。三神奈斯，三神奈斯，三神。他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开，这边一直都很晕。比想象中的不好开，我以为会一直连喷。看那些 YouTube 开箱都还蛮好开的。我想真的呢。你是不是想讲什么？没有，我真的啊。我看他们开的都还蛮不错的。啊，可能我运气差。
又一只画师了，画师了，画师了，然后一只波加曼。又是化石翼龙，化石翼龙，这只化石翼龙也太多了。这个 B 我们已经都开完了，对，好，我们把我们统整一下 set B 好了。这就是我们开完三盒 set B 的结果。TT 的部分一张 SR， 然后五张，两张 SR， 然后 CHR 的部分就是九张，就是一盒三张。对。确定九张，对，三盒九张就是一盒三张，好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哎、欸，勉强。波加曼是这次的第一名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开，好，我们再来开 set A 的 set A 的目标就是要开超梦，没错、啊。再来是 set A， 好不好？开一个超梦就好，开个超梦。超梦啊，卡表一样在这边，只求超梦，只求超梦。今天开的是这个，恐怖博士，恐怖博士，哎，恐怖博士可以，可以，好，有了，有 TT 哦，哦 ，TT 的赤红跟青绿，如果是全图就好，对，如果是全图就好，我不喜欢妹子，我喜欢棒子，我是说卡片，我是说卡片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无人发电厂，可以可以，全图金色的发电厂，无人发电厂，金色的就还不错。这是经验，他经常开的比我好哎。好，最后一张 TT 了。好，又是二十道。哎，这有了，有了。好，没有超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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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我们开三盒。超梦 set 的，一张金，一张金场地，然后六张 tapping， 好，一样 CHR 一样是九张，好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再来是玉组的部分，玉组的部分，玉组的部分，哎，这次不好开呢，其实我觉得有开到金场地已经还不错了，还不错，哎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开的结果，啊，我个人是想说。不然我们再上书一盒超梦好了，再上书一盒，好，这盒没有就停，好不好？这盒没有就停，这样就一万多块了。我们还是要超梦啊，拜托啊！没有就算了，没有就是命。好，吉拉奇归众局，五张小车浪 ，CHR， 你妈是你妈。哎呀木木消跟野丹树，这边有一张 TT 哦，这是全图的，全图的，全图的，全图的角色 T， 角色 TT， 好啦，没有，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就是命，没有，我们有开到一张全图的训练家，这是我们上述的，哎，不过从贵重球这样子算不好抽，哎，我们开了七盒才四张贵重球，哎，然后 TT 只有一只。好了，行了，就这样吧。至少训练家全图，至少训练家全图。OK， 好。希望可以开到火狐吧。对，封面。我的封面是这个。每一包都有裁判、通信、场地吹风机、古芝麻、弧栏一些实用的材料。然后有一堆高级球，就是还是可以用啦，还是可以用啦。二属性的虚差是。马牛啦，哎，他这些玉组除了属性之外，其实料那个料牌差不多呢，料牌差不多，基本上大同小异啊。后面那些，后面那些训练，该有的都有，训练家牌差不多啦，该有的训练家牌差不多，对啊，训练家牌差不多，还蛮实用的一些料牌啊，其实，对啊，训练家卡的部分其实就大同小异，就是同属性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开完了。然后卡牌就这边这样子，然后刚刚各位也看到了，我们的运气其实尚可啦，尚可，但是没有开到自己想要的，对啊，可惜啊，超梦 TT 没有出现啊，对，没有开到自己想要的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这边来日方长，我们先缓一缓，
好，大概这、欸、其实这次的玉组也不算好开呢。虽然大家说玉组里面有三神，可是其实我们开了五合玉组，也才出一只 TT 而已。真的。不过基本上第三弹之前的一些比较实用的料牌啊，像是竹篮啊、五芝麻啊，跟一些能量转移、场地吹风机，跟一些就是一般牌组比较实用的，基本上玉组里面就都有。然后玉组里面的料牌其实差不多啦，训练加牌的部分差不了多少，可能就是有的有酷酷衣，有的没有，大概差距不大。那如果是新手的话，我觉得开个一两盒玉组，然后把料牌收集之后，然后抓几只自己想要的牌，其实就可以开始玩。所以这次的玉组，我个人是觉得比较符合玉组，就是让新手入坑的感觉。跟第三代。那如果说要靠玉组抽牌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是。有可能只是我运气差，我以为当 YouTuber 开箱都会运气比较好，开箱应该是没有，好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希望未来我们的运气会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小铃铛开起来，开起来。好，我们是冰冻人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好想要超梦哦！不笑，不笑，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来日方长。之后可以再长梦在这里耶，不行，再开下去会被老婆杀掉。